今日 TXT 谢欣真回归做客 Jessie 的 So To You， 热辣的现场气氛让弟弟们招架不住 Jessie 的直率。游戏环节需要猜测西瓜关键词，但是 Jessie 的脱胸动作瞬间让弟弟们目瞪口呆，太先紧张地说我们才20岁，需要重复动作的秀斌更是不知道该如何掩饰。 猜测的任俊也是堂皇失措，超级脸红，现场一片热辣。不过任俊还是鼓起勇气答出了正确答案，真的是让孩子们体会了一下成人的世界，太搞笑了！也祝弟弟们回归大发。对此，你们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欢迎留言。爱豆韩语社每日解说最新韩语，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哦。